诶，做这一面就是76年，就要去进社当分切。师傅就甲咱开始，师傅就讲炉香赞。哇，我安尼吼，上经上哈侪年，敢若会晓唱，毋知意义。迄个时阵想着讲，哦，这师傅吼真的很棒，安尼7天分切过来。那时候就想讲，我回来吼，对拢无要去啊，我要专心做主者，安尼76年，甲呾啊31年。自从上人开讲《法华经》后，师姐每天清晨4点半就在静思堂灵山法会认真听法。为阮开始伫遮宣法香迄天吼，甲起码是7年9、7年足。啊，因为我们是去台南嘛，台南师兄师姐跟我们讲说有，所以我们那一天回来，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来熏。啊，我心里就在想，我一定要再找一个美智，他一定会来。所以他也是我们第一天找他，他就来了，就持续，除非他不在台东。他很客气啦，我讲啊，我不要下去。结果我甲看哦，伊的笔记是写上水的，上精致。可见他是很入心啦，才写得出来这样，一个字一个字整整齐，很对齐哦。宋明智师姐，只要伊出去，若发现到一挂这个案的时，转来时，头一个拢赶紧甲我讲，啊，咱当时是不是你有时间，咱要来去关怀个案？第一个啊吼，就是去太原一件个案，是垃圾加足垃圾的垃圾。咱第一届去吼，将远就闻到因家的臭味啦，我就太。摕汤啊，炸汤啊，炸鸡翅去因家，要去来摒扫。好，啊，着来摒，摒一工啊，无一项清气的啦，拢遮垃圾。啊，所以咱所有物件来家摒，迄袂当用的，家扔掉，咱着阁叫人来家买过。啊，着家摒，啊，家带出来外口坐，互伊外口坐，阁家洗身躯，啊，着家摒到足清气。这是谁？这是伫做粿，吼。谁那要做粿？因为吼要去红起厝，迄个时阵唔知影讲会当等于是红精神，想到做啥就该做啥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吼、过年阮就卖甜粿，啊吼做做咧吼，啊阮就做一鼎迄咸粿，嘛是安尼去咯。啊食到好食，阮就开始。过年哦，阮卖草仔粿卖偌好价了，啊卖来钱，卖来钱就是拄只去共起厝的，遐钱就是去共起厝，去共修理厝，吼、哦、啊做工吼、哦，一挂迄三个老菩萨哦，欢喜家哦吼，啊有人就甲我讲咧管理啊，搁创啥，我讲唔好，你来到出工就好，吼、哦，啊物件迄拢袂当用啊，来甲断掉，我拄只讲爱搁共买闲人。阿姐就是为这做过来的。我要报这个啦。啊，来做你这啊。嘿，这死去啦，家己吃啦，吼。哦。嘿啦。师姐简朴过生活，与大地共生息，用自然农法自己种菜，感恩天地。较早以前拢割笋啊去。去煮汤啦！啊，你毋是嘛？拢会揢家己的菜去？拢会啊，系啊，种啥就摕啥。这已经20多年无喷药啊的地，种咱毋免药啊的菜，保护大地啊吼。我较早伫恁老厝，常食着你的孙仔嘞。所以就是安尼才对。对啊。哎，啊。一届会当20多斤，这两三无吼。
每次师姐32年持记录，孕育受证师兄及师姐近百位。迄年啊，拄啊推阮师兄出来啦，啊，慈师傅讲要给人做家务会当去谋财啦，吼，啊，慈师傅拢总有做10个奖啦，我摸到第一个啦，吼，啊，这第一个就是讲有10只鸡仔囝啦，我摸到的时阵，慈师傅甲我讲，啊，祝福你会当捕10只鸡仔囝。哇，哎呦，我着烦恼讲，哎呦，这10只鸡仔囝是要陪不甲当时安尼啦。哈、啊，好啦，这嘛是师叔甲咱祝福嘛。好啊，我着介认真。过当年第一批陪的鸡仔囝吼，夫妻档3对嘛，啊，一个单亲就是养分啦，啊，着7个啊。哦，安尼这10只鸡仔囝快啊。已经准备了吼，伊就专心一致做成就。对师父讲的话吼，伊是真入心，所以我都达不拢做。他的人生没有难这个字，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可以克服。美姿师姐虽然从身形看见岁月的痕迹，但恒持初心，精进不懈，精神永不老。